哎，这边大家平安。顶个月咱有两摆敬我礼拜啊，顶礼拜是何牧师讲道，所以我差不多一个月前，一概讲咱彼此的，一概讲啥唔在记里边。彼此安那？彼此勉励，彼此勉励吼，咱讲得爱彼此接纳，彼此包容，彼此勉励，今日要讲彼此辅助。彼此勉励是啥物意思？唔知恁了解哩未？就是徛伫伊个边啊，陪伫伊个边啊。伊若是伸手的时，你著大声甲伊鼓励；伊若是跌倒的时，你著轻声甲伊安慰。这叫做勉励。今日要讲的是搁进一步，叫做辅助 （support） 还是 help 啊、哦？就是安尼啦。哇，这严重吼、哦！这袂使伫边啊，就爱挖去。已经无力通行的时，你就爱挖伫伊的身边，搭伫伊的边啊，唔是徛伫边啊，唔是干出声尔，你就爱出力啦。你爱倒来家吐咧，袂使互伊跌倒，互伊继续行。这叫做辅助，所以辅助比勉励搁较亲近，搁较用力，唔是干用声啦。拜六，咱家有一个结婚典礼，这个明真姐甲玉文伫只结婚，詹牧师甲因结婚的时，用创世纪第二章甲因讲，上帝所做的万面拢真好，干那迄个人孤单无好，所以上帝甲伊做一个匹配来帮助伊。咱今日要为遮开始来想，什么人需要帮助？软弱的人就需要帮助，有欠缺的人则需要帮助，需要帮助就是因为伊有欠缺。有能讲，阿东，请问阿东需要帮助？阿东是查甫的，还是唔是？所以查某的唔无需要帮助，是无？因为阿东需要帮助，所以阿东孤单无好，查某的孤单真好，是无？唔是啦，因为要无做好话的是阿东，唔是查甫的。阿东是人啊，定伊也毋是查甫，也毋是查某。查甫是因为有查某的，查甫才变做查甫的，安尼讲对无？男人是跟女人相对存在的啦。当无好话的是阿东，毋是代表查甫人，伊代表所有的人。阿东是迄个人。上帝无讲查甫人家己毋好，就爱帮人。上帝讲那人，伊别个名叫做哈阿丹，阿丹就是人，就是所有的人，包括查甫的、查某的人。家己一个无好，所以我讲，迄个人是代表所有的人，唔是干那代表男性。伊孤单无好，因为上帝甲人做正做一个需要伴，所以孤单就需要有伴。那安尼有软弱，伊有有限，伊唔是万官灵，所以就需要帮衬。所以伫遮帮衬，唔是甲男的甲女的分开，是甲人甲上帝分开。上帝是万官灵，上帝无需要帮衬。人唔是，人有限，人会软弱，就需要帮人。这个帮人，咱今日要讲的辅助。所以，什么人需要辅助？所有的人，阿东代表所有的人，不管查甫查某，咱需要伴，咱需要帮助。安尼，今仔日咱咧讲的这个辅助，还是帮助软弱，伊的意思是啥物？苏辉张乐甲咱读的圣经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十四节。咱顶界就是一个月前，咱讲着勉励。今仔日咱要讲过来一句：辅助软弱。辅助软弱是啥物意思？用阮我来用伊列文来解说。辅助叫 antagonize， 软弱叫做 asenes。这个 antagonize 是两字二根合起来，第一字叫做 anti。第二叫做 echo， 所以伊甲 anti 甲 echo 合作伙，啊，这是迄个 omai 是迄个中心，迄个反身名词吼。所以 antagonize 是 anti 甲 echo， anti 的意思反作英文叫做 against 是大作伙，唔是徛伫边啊，连作伙吐掉咧吼。所以这是叫做大根伫身边 ，echo 的意思是 hold， 这个 hold 就敢那迄个条啊。甲厝顶吐掉咧，迄、那个叫做 hold， 该莫互放落来，莫互倒落去，甲吐咧，搭瓦去，该吐掉咧。所以这个 hold 就是力挺
支撑吼，真正出力，唔是干出声尔，爱出力搭伫伊个身边，甲伊帮衬，互伊度过即个难关，这就是辅助的意思。即、這个阿神尼斯吼，阿神尼斯换两字，第一个就是即个阿，即个阿就是反面的意思 ，negative particle 吼，就是负面的字首。啊，刘阿生，咱有人姓吴吼，就真歹好名吼。伊那号做光明，啊叫做无光明，啊知吼？无光明啦吼。迄、无就是讲后壁那要倒上的歹歹倒吼，啊这里阿、就是你无人后壁讲啥阿，就是负面的啦。哦，啊后壁这个 senes 吼，这里就是迄个 seno 吼 ，seno 这里就是迄个有亏力的，啊所以这变得无力的啦。哦，伊家己无够力，你跋倒啊，这是软正无力的人，你得搭近伊的身边。出力家支持，互伊度过即个难关，毋好互伊跋倒。这是即个辅助软弱的意思。大金支撑，因为伊软正无力。什么人需要人辅助？所有买股票的人，起码拢需要人辅助。因为去一半，平均来讲，我想去一半。啊，你若是有剩买股票，啊无要紧，你就甲囥咧，哦，等下伊会浮起来。你若靠股票吃饭的，你即马就真困难。迄经济马上有困难，所以经济真困难，活袂落去，需要人帮衬。就是即个宋香的，伫圣经讲，就是叫做孤儿寡妇，无依无靠，真困难。伊的资源真有限的，上帝真关心即个人，上帝会甲因辅助。诗篇146:9，要我保护家居的扶持孤儿寡妇。即个困苦的人会甲耶和华哀求，困苦送香的人会甲上帝哀求，讲你是帮助我，你是帮助我。第二就是吊电梯但病院的人，伊身躯两只，毋是经济两只，伊身躯破病无法度，就需要人甲帮助，需要护士，需要医生，需要侪侪人甲伊照顾，甲伊帮忙。病重的人需要帮忙，伊病重伫病床，耶和华要甲扶持。伫病中间，要我要甲铺床，要我照顾遮个拄着艰难的人。伫个人个前书讲，恁中间有真侪软弱，就是破病吼。破病是一种软弱，身躯的软弱。第三种是意志的软弱，压力一个大，还是引诱一个大，就无法度做应该做的代志。人讲是道德的软弱，就跋倒，跋倒。要我嘛关心这款的人，跋倒的伊家扶起来。就压落去的，伊家己扶起来。罗马书讲，讲到法，因为咱的肉体软弱，应该做的无做，无应该做的去做，这是咱道德的软弱。上帝要辅助这款的人，要帮助这款的软弱。最后一种是较奇怪，就是拄只信上帝的人，伊的信心较软弱。我甲叫做良心过敏。良心过敏是一个足特别的问题，因为一向。无了解基督教，哎，最近拄只衰咧，所以过去的宗教信仰，过去的足侪咱人际关系，即摆会带入来即个信仰内面，伊会足侪惊吓，唔知这边安怎，那边安怎，伫个人都教会就发生即款代志，因为以前因咧规个大拢拜拜，啊拜神明拜了，大家就食遐物件，啊即摆伊衰咧变做基督徒，伊就烦恼，讲迄拜过迄敢敢迄敢通食，迄已经拜好神明啊，对遐人来讲是足大个问题。可是对已经信耶稣足久的人，伊讲讲这上帝所做的，大家拢会当食，伊感觉无问题。当时迄个拄只洗礼的人，伊看到迄要食啊，唔是足艰苦，所以保罗就甲遐人讲讲，恁若已经足惯是食无食拢无要紧的人，恁来考虑遐良心要较正，因为拄只信主无偌久，迄叫做信心要不足的人，恁来考虑因吼。那无咧？你随便伫个面前食，害伊足艰苦的事，安尼你是得罪伊吼，因为伊的良心是软弱，这需要人辅助，需要人考虑，也是信心软弱，恁就要接纳，唔通辩论，会互伊跋倒，啊，这是另外一种需要辅助的。好，咱也知影讲，有人经济，有人身躯，有人伊的道德，有人伊的信心会软弱，需要人帮衬。咱要甲伊帮衬的是，咱来注意什么代志？安那才是在当个帮衬。第一个，你要体谅伊的软弱的艰苦，你要有法度体谅伊的痛苦，会当认同 identify， 会当体谅。保罗直接讲，自尊软弱，我无软弱；自尊跋倒，
我无烦恼，所以会当先体谅迄个人的艰苦，然后你才考虑甲帮助。耶稣基督为着要体谅咱的软弱，伊家己正做人的款式，知影做人伫有限的内底经历迄个艰苦、迄个烦恼，所以要共帮助人，爱先体谅互帮助人内心的迄个挣扎、迄个痛苦。然后你爱知影，今仔日你正做会当甲帮助，是因为上帝互你的稳定超过你的需要。你才有够来共帮助，你讲对无？唔是你较敖，唔是你较安暖，就是讲上帝予伊个无够业，所以即马欠亏，伊即马能借。今仔日上帝予你超过你需要，所以你有计步，你才有法度共帮助。所以你也会记你一点，当你要共帮助的时，你都要存感恩的心，因为你有够，你才有法度共帮助。所以就是这张图，就是两个手体的就是 grace 哈、哦。你是先领受超过你需要的稳定。今仔日你才有气力，甲对方帮助。所以咱所有一切是因为稳定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，讲你甲人无相是安那，是安那伊软弱，是安那你臃肿，你有啥物唔是领受的？那是领受，是安那夸口。所以当你要甲人帮助的是你在设计，你若无设计，你会变作骄傲。你讲你甲看，我遮敖，我遮有贴心，我甲你帮助，这你也会记，因为你是领受稳定，比人较济，所以你才有法度。保罗嘛安尼讲。讲我今日正做虾米款的人，是望上帝稳定才正。安尼稳定，予我搁较落苦，搁较着磨，倘好予别人透过我得到上帝稳。所以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，咱才会当正做共帮助的人。这是第二个你爱注意。第三，当你知影体谅对方的痛苦，你嘛知影家己是受稳定较济的人了后，你爱会记哩，实在会当共帮忙的唔是你，是上帝。所以你安那替伊祈祷。要甲帮咱以前，你爱欢喜伫上帝面前替这个情形祈祷。保罗伫遮甲伊有所书的教会写批时，甲伊讲：我伫父面前跪落去，求伊照丰盛的荣耀，借伊的灵，互恁心内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所以伊有所教会软弱，保罗要甲因帮咱的是第一个先替因祈祷，先替因祈祷。唔呐，替因祈祷，爱替家己祈祷，因为要甲帮咱的人也无注意，家己嘛会跌倒。我所讲会骄傲，所以伫遮讲，恁着爱敬献祈祷，免得迷惑。因为咱虽然欢喜共帮咱，咱肉体有软弱，咱有可能家己伫共帮咱，是家己会跌倒。所以要帮咱以前，会记你到上帝面前祈祷，特别甲对方即个软弱的人，甲伊带到上帝面前，所以伊袂变作是崇拜我，伊会拜的对象是上帝，毋是我。我不过是上帝赏赐我超过我需要，所以今日我有机会甲你帮咱。我不过是上帝的祈福那点，你应该爱挖靠上帝，不是挖靠我。所以，予这个受帮助的人，知影是挖靠的对象是主，挖靠伊的大亏力，才有法度勇壮。咱得到帮助，是因为做天地的耶和华，所以实在帮助最后是对上帝遐来。好，咱讲体谅对方的痛苦，啊，顺续知影我是受稳定的人，啊，我阁会晓祈祷。会晓帮助对方来挖靠上帝了，我真正要甲帮助的是，实在要帮助的是，你爱记，帮助伊的无够，安尼甲拄啊好就好，唔好超过，那超过都唔是帮助吼。你补伊的不足，啊，这真歹抓吼，补甲拄拄啊好有够，安尼就好啊吼。你补超过，你是害伊啦吼，唔是帮助伊吼。你有剩，你补伊的不足，将来伊若有剩，伊会补你的不足。啊，我。举一个例吼，囡仔细汉囡仔开始行路的时，是毋是脚徛袂在，因为伊力量无够，啊，佫袂平衡，会跌倒。啊，妈妈要安怎帮助这个囡仔？为后壁，甲伊个过瘾人，甲抓抓，是手骨甲抓抓，敢毋是？啊，缀伊行吼，啊，迄足无方便的，你要帮助囡仔行路无？啊，安尼麻烦，啊，佫嘛会跌倒，干脆全甲抱起来，安尼拢袂跌倒，对无？啊，抱咧行，安尼就足安全的，绝对无问题嘛。啊，迄叫做超过帮站啦。这个囡仔虽然要无法度家己徛，总是伊脚骨已经有够力单步徛，安尼讲对无？啊，所以你甲帮站是帮站，甲互伊个脚有法度徛，安尼伊才会学行。你若要甲帮站啊，好人做到底，全甲一个站起来的时，你就是超过，因为伊无机会家己去用伊个力。去年个囡仔数学也袂晓。你去睏，恁爸替你写，明仔载保证一百分。你甲帮站嘛，迄毋是甲帮站超过，
伊无应该啥物拢未晓，伊可能有诶未晓，有诶会晓。你爱用时间，伊会晓伊做，未晓你家己讲，互伊学会晓，安尼才是帮衬，安尼了解无？你帮衬甲伊无够诶部分，佮另外，你家己帮衬伊诶欠缺，不如你互伊知影安那解决你诶问题。哦，这个囡仔真搞吼，伊要食鱼啊，敢毋是？你互伊鱼啊食，不如安那，互伊鱼干啊吼。给他鱼吃，不如叫他钓，就简单。你给他鱼吃，他后摆就定来找你讨鱼吃，因为他不要钓鱼嘛。他若想要吃鱼，无鱼通吃，他就是给你讨鱼吃。安尼叫做 enabling dependency 哈，养成依赖啦。你若给他鱼乖，他学要钓，以后他就唔免给你讨鱼吃，他要爱鱼，自己去钓。安尼叫做 empowering independency， 而且足重要。这种真正的帮衬，唔是帮衬伊的依赖。是帮助你，唔免你帮助，安尼知影无？所以英语用作趣味，伊才用 enabling， 这唔是好意思哦。你是增加伊的依赖性啊！你愈加帮助，互伊愈依赖。啊，这是美国这个social security 互人足批评的所在。上向人你就分钱互伊，分钱互伊，啊，伊就唔免去上班啊，因为伊领的比上班的佫较济啊，就无虾米动机去做，这就是叫做 enabling dependency。总是你用虾米方法，互伊家己会当努力。你徛起来，啊，这叫做 empowering。所以咱真正的帮衬是 empowering， 唔好用 enabling 吼，安尼是养成伊的依赖。有一个圣经一个人，我真佩服，迄、那个人叫做波阿斯，伊咧帮衬罗德。圣经伫迄个罗德记安尼底底啊，伊的背景是迄个叫做史书记，就是以色列人上乱的时。整个国家的道德经营很坏很坏的事，他里面留三个很漂亮的人，一个大家，一个新妇，一个亲戚。这大家新妇是都死翁，出外出国，翁都死，没法度，大家带新妇倒回来故乡。这个新妇变成怎样？外籍新娘，寡妇，你知道吗？是外国人，话不通，宗教不同，翁又死啊，对大家转来故乡，所以这我叫做双重软弱，相顶的可怜啦。哦，无安堂阁无大劲，话阁未通，阁去外国的所在。波阿斯是伊的亲人，伊伫这本细碎的罗德记，伊安那帮衬这个罗德，这是咱会当学习的功课。用慈悲来好款待这个外族的这个寡妇。伊甲罗德讲：“你唔好去别人的田捡未遂，你会记哩。”伊无讲来，我甲这互你，你就摕去食。路顶嘛爱捡，安尼知无？吼、哦，我脚骨会当行的所在，伊家己爱来日头下面慢慢仔捡，慢慢仔捡。因为伊这人规定，你有田，你唔好挂甲清气，你爱留一寡田角啊，互遐送养人家己来挽，家己来捡。所以送养人毋是去食，毋是来分，你互伊就食安尼。伊嘛都爱努力。我讲迄个帮衬，唔好帮人家超过一部分，所以。路德都爱真拍拼，伊想要都爱捡，因为因家已经无地嘛，安息了已经无多种植，所以都爱出来捡别人挂村的安尼。啊，这个波阿斯互伊捡，然后呢，伊知影工人可能会去捡这个外族的水水的少年的无翁的查某囡仔，所以就交代讲袂当甲伊欺负吼，袂当甲伊欺负。水大我才有水互你啉，所以做超过互上乡人，但遐捡袂遂的，伊甲保护。一个可以最疼个记忆最大，那呢？这个波阿斯不是跟他帮衬罗德，有机会通去捡未遂那点。伊知影罗德是从外国来的，对这个因的信用也无熟，所以就爱鼓励这个罗德，可以知影安那挖苦亚伯，不是挖苦伊波阿斯。所以波阿斯甲罗德甲伊讲是亚伯会相属你，你来挖苦亚伯，则对伊会满满来祝福你。所以伊甲罗德的信心。带到上帝面前，那呢？因咧修行的时，啊，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新妇底下拢互保护，爱知影讲有探听哦。这个波阿斯是近近亲，啊，照因的咧近亲，就爱带这个啊过身的寡妇带来，啊，甲伊生一个囝，唔是你的是带迄个过身的人的名，啊，这是因的咧，啊，所以这个大家就甲这罗德讲。讲啊，今仔日因方年庆，因拢会食饭、啉酒，啊，你吼、
穿好水，抹香啊香水吼，啊然后你大概半暝啊叫去伊遐，啊甲伊讲，讲阮大家甲我教，教讲你是阮的亲人，啊阮兜即马拢无翁啊，啊你爱帮衬我，来通好留后头阮即个死去的翁，啊伊会甲你帮衬，无拍算伊户口调查无清楚，因为还有一个比普阿叔佫较亲的，伊毋知影。因为普阿叔虽然酒啉醉醉，啊，佫有水查囡仔伫脚边吼，伊头壳佫清楚。伊家老爹讲，接到满地吼，我知影，还有一个比我较亲，所以若要帮衬伊，伊是伊的义务佮伊的权利，毋是我。啊，我都爱先甲问清楚，看伊要尽即个义务甲你帮衬，若无，我要甲你帮衬。啊，毋过查囡仔已经半暝已经救来佮伊的脚边，要安怎？你甲赶转去嘛毋是啊，外口可能会拄着危险。所以伊就互罗德，互伊留伫遐，到甲天地要光，毋是天光哦，天地要光，较无危险的时，伊就甲大家讲讲，袂使互人知影有查囡仔来咱遮，啊，互伊一寡物仔，甲伊讲你紧转，因为即个查某囡仔若去互知影安尼，伊规个伊的名声、伊的名誉，规个拢破散去啊！你半暝啊走去人家，你去创啥，对无？去人引诱也是安那，所以即个波阿叔要帮助罗德，佮顾虑着。罗德的名节，哎，真细致哦，真足注意，才应该爱，伊无甲欺负，伊甲保，伊甲讲，才有一个特殊，爱安尼做才对。第二天，伊就马上办这个代志。等下罗德跟他捡袂，随便解决你的问题，因为因兜拢断证啊，这个作是无去啊，要安那，所以就去城门口，甲迄个亲情，更加亲的亲情，甲伊讲，讲安尼，先生，因这个家庭即马有这个困难，照咱的规定吼，照咱的法律，你会当甲伊的财产拢卖去。然后你就爱甲迄个过身的即个新妇爱娶去做某，然后你爱替伊生一个囡仔，啊，互即个囡仔通去传因迄边的名安尼。哦，啊，即个相亲的即、這个吼，听讲会当即马到经济歹吼，俗俗会当买财产哦。伊讲这我会当考虑，听讲爱娶某，伊讲啊，那这我都爱真考虑的吼。是安尼只，因为某若生囝，迄个囝毋是伊的，算别人的。啊，伊若有囝，财产就阁归迄个囝。啊，这叫做了钱会，对不？哦，我即马用钱甲你拢买来，啊，即马佫替你生一个囝，啊，生了后只再土地，就佫变做恁的，因为恁有后代啊，毋是断证啊。啊，我钱也了，啊，佫替你生一个囝，啊，我哪有迄个戆呆，对不？叫做干那了咱尔。伊讲安尼，我就无方便。啊，婆说啊，若无方便，无你就签字啊。哦，讲你放弃啊。伊讲好，你知影用啥物签无？因签你用遮大个签吼，用啥物？鞋啊，鞋啊，腾起来，互对方代表我放弃我的权利。所以这个亲情，伊就把伊鞋啊腾起来，摕互婆阿叔。婆阿叔摕个鞋啊，伫张瑞面就讲：啊，恁有看到？今仔日这个人，伊本来应该帮衬伊的亲情，伊感觉无方便，我欢喜。所以婆阿叔就用钱把这个安贵新这财产拢买起来，然后伊就甲罗德结婚。你知影罗德生的第一个囝，唔是罗德的，是那俄米的，因为那俄米死翁，佮死囝，变作拢无后代，所以是干那俄米的先生来立后代，这是伊利米勒的家族。安尼就知影波阿叔人偌好吼，伊了钱了亏力，佮照顾一个查囡仔家庭，目的是要替伊的大家来建立伊的家室。因伊个大家完全无希望，伊要阁嫁嘛无机会啊嘛吼，已经无月经啊嘛未生啊啦，无可能啦。这个家族是断的，总是伊欢喜娶伊个新妇做某，这个囝是归大家，这不得了。我想这个贴心是有够自卑的贴心吼，完全损失，总是伊欢喜付出，上头好有够伊欢喜，无拍算这个囡仔是真做代笔的阿公吼，这个无比定，嘿，哦，这是上帝特别的稳定。这个是普叔，予咱会当足济通好学习的功课。伊安那足温柔、足体贴来帮衬这个罗德。最后，咱来用保罗要离开小亚细亚，转去耶路撒冷的时，伊伫米列岛的所在，伊打电话叫伊有所的这些长老来，伫遐甲因三思。伊甲因讲，我即声来去耶路撒冷，我的感觉是无好，大概无机会甲恁见面。所以听到即句讲无机会通去见面，大家就哭甲真惨个吼。伊讲，但即马我伊有所教的无法度讲，我交代恁，恁就爱细致好好来牧养上帝羊群。啊，讲了啊，最后你知影伊甲讲啥？
对我讲，你看我这一双手作弊吧？我拍拼做工，哦，我家己我的当工有够用，唔然呢？辅助软件，这句都是咱今日讲的，啊，这是保罗甲伊有所长老交代的最后一句话，再当辅助软件，要安那辅助软件，双手拍拼。保罗是做粗工，所以讲你甲看我这个手拢结烂，我这双手拍拼做工，所以唔然我家己有够，够有剩，通好帮助别人。啊，讲了啊，讲恁就爱帮助软件的人，马上爱搁一句，耶稣讲。施比受，予人个比共体较有福气。即句你若去查四福音，拢无记载。所以保罗替咱留一句耶稣讲个话，就是伫遮：施比受更有福。啊，即句到底是要讲啥？啥物叫做施比受较有福气？耶稣讲即句目的，爱咱学啥物功课？先问大家吼，那施比受更有福，你要甲上帝祈祷，予你成做施的还是受的？是吗？大家都要做施的，那谁要受呢？因为你要施都要有人受啊，吼！啊，什么人叫做施的？你知道？就是上帝给伊稳定超过伊的需要，安尼讲对不？啊，伊佫会当讲帮赞，唔然呢，佮上帝讲佮较有福气，哦，啊，拢好好的，拢互你包去，对不？什么人要受？啊，若无人要受，那有人通去施呢？你敢要想着讲上帝啊，你予我成做受的，安尼别人就会当成做施的，伊就会当对上帝得到较大的福气。你敢听安尼？施比受更有福，予人个甲共体，实在是共体嘛有福气，予人个嘛有福气，是予人个比共体佫较有福气啊！定两个拢有福气，敢毋是？啊，这是一种功课哦，无容易学的功课。你想，倒一种较歹学？互人的较歹恶，还是共体较歹恶？你想咧？共体较歹恶啦，因为互人的手长嘛，共体的手短嘛，安尼讲对无？啊，共体较可怜，家己无够啊，哦，无够用啊，所以就爱互人帮忙嘛。咱宁可祈祷上帝，你还是互我死好啦，哦，互我较有咧吼，啊，食袂了吼，啊，通去分人啊，分你，啊，我阁对恁阿就阁大福气，咱可能安尼祈祷，总是。安尼就无人会当输啊，因为大家拢无要收啊，大家拢无要互帮衬啊。所以当上帝予你有剩的时，你欠，你就放会开，安尼你变做一个施舍的人，变做一个帮衬人呢。总是有当啊，上帝予你欠亏无够的时，你都要学习伸手领受别人予你的帮衬。安尼施甲舍甲收拢都要学习。保罗安尼讲，讲我知影安怎出比真，安怎出丰富，八足幺个有剩还是无够，随时随在我得到闭关。所以保罗嘛学会晓安怎互人，嘛学会晓安怎领受，安尼讲对无？伊讲我拢学着闭关，无管是丰富八足还是有剩，安尼我肯互人，这叫做有贴心，若有贴心。我阁会当感谢做者迄个上帝，因为上帝予我有春，我才有法度予人，所以对上帝是用感谢。总是无大概拢安尼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吼，有当啊咱会拄到，咱是比肩腰骨欠亏，迄个时阵咱就学即个修的功课，咱愿意来领受别人的帮助。那呢，即个时阵咱阁较爱用坚定的信心来仰望上帝，所以。咱爱学施，嘛得爱学修的功课。保罗伊拢有学着，请问你有学着无？咱阿头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伫普阿斯的身上学着真水的功课。总是保罗最后甲伊有所的长老讲，讲施比受较有福气，帮助阮无自私，干那要做一个施舍的人。所谓稳定，我拢要摕着。阮有当啊，阮来学习，安那接受别人的帮助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在人生的过程的中间，无管是有剩也是无够，阮拢会学着闭关。阮既然未诞生，无爱共帮助；阮也未骄傲，无爱接受人的帮助。互阮无论富有也是欠缺，
我拢学着闭关，也要对你感恩，也要用贴心帮助人。伫困难的时，也要领受人的帮助，嘛会晓用更加强的信心来祈求主，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